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军。基隆市消防局近年来是精益求精，在与最新的科技结合，因此在我们的预防火灾、抢救灾害还有紧急救护这消防三大任务当中，可以看到有非常亮眼的成绩。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呢？今天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消防局局长陈荣辉陈局长。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局长好，再跟向大家拜个晚年。是，局长好。局长等一下我带一个可爱的小红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消防局呢是义消宣导大队百福分队长林金香。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基隆市的市民，你们大家好。分队长好。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消防局的灾害管理科科长陈静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金源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哦，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比较冷一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在前几天吧，我记得就是有那个民众是一家五口一氧化碳中毒，我们的市长谢国良小爱爸爸呢就亲自到现场来进行慰问，然后看到大家都很平安无事，就松了一口气。我们快来看看。那冬天到了，我想这一次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受医送医救治，我觉得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那在这边也特别谢谢消防局的同仁哦，在这件事情的救护上面有效率，而且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救治。那我们也特别谢谢三总这边对于孩子这边有细心关心，还给他们高压氧的治疗，也谢谢我们暖暖区公所哦。那现在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对于这种传统的热水器的这种处理哦，一定要符合安全的标准。那像我们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一件哦，它是热水器是 RF 型的，那 RF 型就是户外型的哦。可是它虽然是装在哦他们家里面的阳台哦，但是因为它这个阳台另外有做的哦这个门窗哦，虽然门窗有打开，但是因为也有非常多的晾挂的衣物哦，所以在长久时间哦那个小朋友洗澡。哦，或是大人洗澡时间久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氧化碳，哦，还是会陆陆续续的会蓄积起来。那因为屋外型的，它是装在屋外，哦，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排气管，哦，所以这些一氧化碳泄露出来以后呢，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排气管把它排泄到外面。哎，真的，就是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很重要，因为我们消防局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基本知识，就是要让室内的空气流通，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我们要请教局长，其实基隆市在宣导这部分近年来的成效都还不错，历届的案件数都是历年下降，对不对？是，那个跟主持人报告哈，就是其实在去年的全国一氧化碳中毒案件一共有18件。有造成大概47人受伤，有3人死亡。那在我们基隆，在去年也有发生那个大概有3件，哦，那有造成8人受伤跟1人死亡。那在今年我们一开始1月份的时候呢，发生这一件呢，我们暖暖分队到现场是救的，抢救非常快，哦，所以我们在前天新闻也有发布，就是说我们抢救的一个实际抢救一个状况哈，那新闻揭露出来，就是我们分队的同仁到达现场后呢，那发现他这个一家五口，哦，那妈妈还有4个小朋友呢，很多都已经昏迷不醒，哦，但是我们抢救速度非常快，哦，就立即把这些那个市民朋友就把他救出来。那当天其实小爱爸爸还有我们的副市长等等，他们都非常担心哦。那我们送到长庚医院以后呢，担心他们受到生命的危害。那后来是大松了一口气哦。那因为长庚也有后端哈，他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氧气的一个急救。那第二天也在送到三军总院哦，做高压氧的一个治疗。哦，所以在这边也特别呼吁，就是说呢，在使用哦这个燃烧瓦斯热水器的时候呢，在使用上面要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我们基隆市、还有台北市、新北市等等哈，那这些县市因为我们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冬天的时候呢，容易都把那个窗户都关起来，那关起来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没有保持室内的通风。
那刚这个案例就是说呢，我们装热水器，它是算是屋外型的，它也装在阳台没错哦，但是它阳台加装的哦门窗，那我们也发现它门窗也有开哦，也有开一扇窗哦，但问题是它加挂了非常多的衣服哦，所以阻碍了哦，阻碍了这个它一氧化碳的一个排气哦。那因为它这个屋外型，它就没有加装排气型，一氧化碳排气哦。那我们就发现说，它洗澡因为加了很多哦，四个小朋友接续这样洗澡，那那个一氧化碳就会一直进来哦，进到室内哦，而且也散不掉哦。那一直累积以后呢？那所以接续就几个家人在洗完澡以后回到客厅或回到室内的空间以后呢，发现就身体不适了哈。所以在这里也有提到像我们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症状，哦，一氧化碳中毒症状呢，哦，它是会有头痛的情形，昏眩，而且想吐，全身无力，哦，或者是意识不清。那当然如果说浓度很高的话呢，它更可能哈，休克死亡哦，所以我们碰到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哦，如果我们急救快的话呢，包括他如果没有呼吸心跳，我们就在现场马上要做相关的 CPR 的一个措施，哦，然后赶快来送医哈，哦。那这个部分是这个案例，就是说他爸爸，哦，那还有阿公他们，发现的快哦，就是说他们也发现家人怎么会这样子。哦，就叫不起来，昏眩，然后叫不起来，意识不清，哦，跟很缓长了，跟平常状况很缓长不一样，哦，所以就立即就打119，嗯，哦，所以我们同仁分队的同仁到现场以后也知道，一看这种状况，大概做了相关的一个研判，就发现情况不对，应该也跟热水器的燃烧有关系，哦，我们就立即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做相关的一个急救，哦，那所以有关这个安装热水器哈。安装热水器，其实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哈，就是热水器哈，它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这个部分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宣导，哦，就是说其实我们热水器它也分户外型跟户内型，那你如果户外型的啊，如果是户外型，它是没有排气，没有排气管，哦，但是其实我们在国内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哈。家庭用这个屋外型的热水器，它是安装在阳台没错，但是阳台它都设了很多的窗户，哦，等于说设了窗户以后就变成室内的空间了，室内空间，所以你没有排气型这是不对的，哦，所以安装的时候就是要把排气管要设出来，嗯，哦，这是一个。那另外第二种就是说呢，我们那个排气管，哦，如果是室内型的，哦，室内型你可以装在室内，但是一定就是要有排气管，嗯，哦，在燃烧不完全的时候，它可以把一氧化碳排出窗外，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安全的，有一些是很危险的，哦，像底下是很安全的，就是说，哦，那个我们加装窗户的阳台安装的话呢，哦，它有排气管，哦，那这个就安全了，哈，哦，那如果是屋外式的瓦斯热水器，你就安装在哦开放的空间哦，不要有设窗户的这个空间，这个是对的哦。这个是我想也有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安全跟危险度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那当然做这个安装呢，目前我们是规定是要有技术室是哦，安全技术室他才能做相关的安装工作哦，所以我们也讲说在安装热水器要有一个五要原则，嗯，好，一个五要原则，好，这个五要原则，哦，第一个就是要安全品牌，哦，它要有 CNS 的标志，哦，安全合格，哦，经过检定的一个标识，哦，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形式的一个安装，哦，刚刚讲过有屋外型跟屋内型，哦，其实它很多种，但是我简要就讲说一个屋外型跟屋内型，哦，要正确的形式，哦，我们要选择通风的条件。哦，来正确选择正确的形式来安装。那第三个就是要安全安装，哦，安全安装就是要有合格的承装业的技术室来安装。哦，目前其实我们基隆市商家有64家，哦，合格的技术室有71位。哇，哦，这个我们可以在网站那边都可以查得到，查得到。哦，那所以我们要有合格的承装业的技术室来做安装。
那安装以后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贴一个安装完工后的施工标签。那这个施工标签它可以记载哪一个人安装的，什么时候安装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记录了。安装一个记录也是一个责任的一个厘清。我想这个有一些厂商他在安装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施工标签贴上去，这个是不对的。那如果有发现像这种我们也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处理。那第四个就是要定期检修，所有相关的一个这些产品呢，电器品也一样，我们长久使用以后呢都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维修。像可能管线里可能会龟裂或是那个锁会松掉，像这些都我们可以请厂商来给我们协助，那把这些管线那来看一看，找找。像我记得两年前有一次那个回家的时候呢，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有闻到一些瓦斯的味道。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做一番的检查，那后来我发现说我们家的热水器那管线发现有龟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马上通知，因为我家是用樱花牌，我就马上通知厂商来给我们。他来一检查，没错，就是管线有龟裂，就然后他把我换那个管线。所以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检查一个措施，也不能完全都靠厂商。闻到味道就要有警觉性。对对对，闻到味道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小心了。所以那一天那个我太太也很高的一个警觉性，她马上把这个事情跟我讲，我们马上回去就马上做这个措施。那第五个最重要就是要保持通风，因为冬天很多我们基隆市的住户都把那个门窗紧闭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我想几年前在安乐区也有一个高层建筑一个社区发生很奇异的一氧化碳中毒案件，有造成3位死亡的。这个我想我们基隆市住附近的很多的民众都了解这个案子，它是在中间一个楼层那个燃烧不完全，一个小套房了，燃烧不完全，那个一氧化碳一直泄漏出来，那结果它这个一氧化碳透过这个建筑物的管道那个浴室里面管道一直把它跑上去，所以从发生一氧化碳中毒这个群体是后来都身亡，然后它的往上层有一个第十几层楼还有更高的楼层那都发生的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案件所以这栋建筑刚好那几户的门窗都是紧闭的，没有流通。对，那因为它这个管道最上面应该是屋顶是会可以散发出去，那但是因为他们社区在管理委员会那有一次在会议中他们讲说台风天啊，台风天很多的风雨会从这个管道间顶楼会进来跑进来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管道最顶楼那个风管就把它封住了，封住以后结果一氧化碳往上窜到顶部以后又窜下来所以才造成3个楼层分别有那个住户那个伤亡这一件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件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提一下。那我另外也再提一下那个在很多很多年前大概20年在台南台南就是大学生有个大学生住在台南一个那个地方在他是应该是学生啦在外面那个住宿，然后有四个他的一个同学从北部下去台南，他们要干嘛，他们住在他们家要去看盐水风炮，结果4个人5个人呢就在当天晚上就发生一氧化碳那全部都罹难所以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像类似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在我们北部不止那中南部如果我们像热水器持续在使用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会有产生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的一个疑虑大家要特别注意真的要特别注意其实我们也有在那个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影片它就是特别来研究一下就是一氧化碳燃烧不足它没有办法排出去就是就算你放在把热水器放在你们家的阳台但是如果有挂衣服或者是你有封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对瓦斯热水器在以下四种情境使用下进行一氧化碳浓度实验。一开始到九分半内，四种情境都没有侦测到一氧化碳。十分钟时，情境一、三、四都有侦测到微量一氧化碳，十八分就超过1000 ppm。可见于一氧化碳浓度在密闭空间里上升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在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人体不适、晕眩伤亡。情境三，在17分钟侦测到300 ppm， 可见就算室内空间再大，只要是在密闭空间下使用热水器，仍有致命危害。值得注意的是，情境四，在过程期间都存在微量的一氧化碳，表示晒衣的环境造成对外通风不良，产生一氧化碳。如多人或长时间连续使用热水器或户外强风，造成阳台空气不流通，都会造成一氧化碳堆积，产生危害。真的，这个无色无味的杀手，真的大家要特别留意小心。那我们知道，就是之前啊，就是我们不是有的手表，它会有一些功能，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案例提醒大家呢？在我们今年哈，在今年的1月3号左右哈，就是有发生一个车祸案件。但车祸案件它虽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是很神奇的它是用手表来跟我们119做报案。那119报案，我们也今天现场我也有准备那时候的音档，然后给现场我们就听一下那时候的那个音档的情形。能听得到吗？他就大概5秒左右哈，就会重复他现在所，他侦测到已经车祸，然后就会自动拨给我们当地的119，然后把当地的经度纬度给119。那119这时候听到说，可能有发生车祸，他就会回拨。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机制？因为你如果车祸的时候人是昏迷的，你没办法去用手机或者是使用任何通讯的装备，那这时候119回拨之后就马上可以跟驾驶来做一个对答。那我们后来查资料，这是从今年也是那个 iPhone 的一个系统，新的系统的一个新的一个报案的一个流程啊。那在这边也是未来的科技也是越来越发达了，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报案的一个环节，大家也可以多加的使用来参考。是，这就是防灾，就是灾害抢救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要善用你手边的任何器具来达到保命的效果。那刚才说到这个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嘛，但是瓦斯就会有气味。其实在瓦斯使用上面也要提醒大家要小心使用。我们要请教局长。对，我们在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就是发生一件气爆案件。那这件气爆案件当然我们初判是它是一个自杀案件了那它这个主要是因为可能家里面发生一些状况夫妻失和，那所以自己产生了一个忧郁，然后在那个自己的住屋里面他把阳台外面的一个瓦斯桶把它带进来屋子里面，带进来他的房间里面然后在房间里面引爆那我想这个部分呢经过我们到现场鉴定会看以后，我们就发现还好他因为这一次气爆他们家有那个前阳台跟后阳台，那前阳台就是巷道就巷道，他是瓦斯桶呢在他的房间是在后阳台那个位置，那后阳台是都是山坡山壁后面都没有住户，那所以引爆以后呢那个包括后阳台的那个铁窗就弯曲得非常厉害，然后他的隔间墙也都倾倒了整个炸裂开来，
哦，那我想对这个猪里面应该引起很大的一个爆炸跟震撼了哈。那这一件是很特别，就是说它爆炸以后持续燃烧了很久。哦，那我们过去很多的案件是爆炸以后火势一下就没有了，哦，但是这一件那可能是因为它内部的东西也多，装潢哦还有装潢，那所以爆炸以后呢它持续燃烧很久，那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是开始持续的在灭火哦，有经过一段时间，那还好它是在后面引爆，那如果今天它的引爆是在靠近前面的阳台的巷道的房间来做引爆的话，可能我们那个巷道的几十户的哦，那个居民都要受哦，都要殃及了，都要殃及哦。所以，我想这个瓦斯在使用上面哈，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基隆市大概已经有75%的哦住户哦都是使用天然瓦斯，那但是很多的比如说餐厅小吃业或者是我们的住户，他是还是使用那个液化石油气，那这个液化石油气一般都是桶装哦，它的比重都是比空气重哦，所以它在泄漏的时候哈，泄漏的时候它是会沉在地板上面哦，那如果天然瓦斯泄漏呢？哦，它的那个它是比空气轻哦，所以泄漏出来是散发在空气当中哦，那会比空气轻，会飘起来哦，所以我们先对这个瓦斯呢，一定要先有这个概念哦，就是天然瓦斯跟液化瓦斯呢是不一样的哦，但是这个两种瓦斯我们在使用上面不小心都是容易引爆，哦，都容易引爆。那如果是一般我们在自己住家里面哦，有发生这种瓦斯有外泄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也不要紧张哦，不要紧张。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火源一定要关闭哦，那不能有火气发生，火源要关闭。那第二个，你千万不能开电器的用品，尤其是电风扇，千万千万不要哦，因为它这个不管是天然瓦斯、液化瓦斯，它有一个燃这个爆炸的一个界限哦，当它浓度达到一定的爆炸界限的话，就容易爆炸哦，所以这个瓦斯我们它如果泄漏的时候，我们就轻轻把窗户打开来，把家里所有的可以开打开的门窗都把它打开来哦，让它自然通风，千万千万不要开电风扇去散风，千万不要开电风扇，甚至有一些家庭主妇想到了就是第一个开抽油烟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只要一开抽油烟机马上就爆炸，马上就会引爆哦，所以千万不要哦，只要把那个我们的门窗哦，那个很自然的排气哦，让它排放出去就可以了。那第三个当然是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个里面的一个通风的装置哈，你包括刚讲我们的火源开关全部都把它关闭起来哈，让这个那个瓦斯慢慢这个泄漏出去。那过去在台中逢甲那边夜市那边也有发生一件，就是他是在换装瓦斯啊，换装瓦斯的时候，那瓦斯桶就在地下室那边。哦，那个在扛的时候掉落在那个梯间，掉梯间以后撞断了，结果它瓦斯就大量的泄露出来，那大量泄露出来以后，这个瓦斯的哦，那个瓦斯桶哦，它是一个瓦斯行的一个老板，结果他瓦斯行老板一看到在地下室那个梯间那个瓦斯大量泄露以后，他自己也紧张了，他拿的大型的电风扇。哦，工业用的电风扇在吹，要把这个瓦斯要尽快能够把它哦那个散发出来，哦，所以他就一启动那个电风扇就一爆炸。哦，逢甲夜市那一次爆炸是整个路段造成了附近哦将近几十户的一个大爆炸，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哦，那也多人死亡哦，所以也提出这个案例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家里使用这个瓦斯哦，真的要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真的要提醒大家，在灾害抢救紧急救护之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安全。那当然一样，像刚才局长提醒大家，用瓦斯啊，使用热水器啊，都要注意使用之外，其实另外在灾害防治的部分，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让大家了解自己居住环境潜在的灾害。基隆市消防局还有和国立大学和海洋大学合作，汇整了基隆市过去15年来它的历史大数据的灾情资料，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双月历。
翻看月历，地图上显示不同的标记，不管是淹水灾害浅示图，还是坡地灾害，通通都标示得一清二楚。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面，这个黄色的区域是顺向波的分布的位置。好，那这些绿色的这些原色点点、是过去在基隆市发生坡地灾害的位置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绿色点点非常多，那是过去十年内发生过的历史灾害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还有不同的颜色。有别于一般常见的水果月历，消防局以深耕执行计划执行团队海洋大学推出全国首创灾害浅示图双月历，希望透过月历上清楚的标示，让民众对于防灾避难都有所警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月历，它虽然不像水果月历这么讨喜可爱，但是这个灾害浅示的这个地图在基隆市放成月历的形式，这是第一次推动。那我们制作这个很精美的月历，基本上可以提供基隆市民比较知识性，尤其是针对基隆市它的整个韧性防灾的这个部分，可以让市民更清楚的看到我们坡地灾害的分布，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地区它过去发生灾害历史的频率。那在韧性社区的推动上面，现在我们的这个基隆市市民也对我们的居住的社区的安全，尤其是天灾各种坡地灾害的这个安全的防范，有很强的这个意识来推动。那所以我们今年推动的这个坡地灾害以及灾害的浅示地图基本上希望提供基隆市市民能够有更多关心自己家园在整个灾害防救上面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位置，那也同时可以提供居民在它附近的环境上面有更深一步对于灾害防救连结上面的一些知识的提供。浅示图是月历，当然诚如我们顾老师所讲，没有这么华丽，没有像我们很多的一个月历做这么华丽，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图纸主要也是发给我们各里呢，让他们去随时都可以注意到我们整个灾害的周边，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工作的地方，周边是不是有一个前世的，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同时，那这些图纸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资料呢，都可以做我们万一碰到灾的时候呢，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个应。那这四千我们都有发，给所有的里，甚至到邻。那我们也有在网站那边也有放置这个浅示图纸，那其实在我背后这一张，它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护儿型的一个浅示图纸。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图纸上面可以看到，包括水灾、海啸、核灾或是土石流等等，他们的一个前世的一个地点呢，都有呈现在这个图纸上面。那甚至在这个图纸上面，我们也有一些我们救灾的量能，也有呈现，包括我们的救灾的战力，我们潜水队，或是我们特搜队，或是我们包括我们的消防车辆，还有我们的救护车辆，还有医院的分布呢，都有在这个图纸里面。双月历目前印制了500份，将分发给各区公所及参加韧性社区及较高风险区域的民众，希望对于常见的淹水、坡地灾害及火灾灾害，第一时间有所警觉。真的是要有所警觉啊！我们要请教科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地图到底要怎么看？我们跟海洋大学有十年的那个一个合作经验，那我们有一个计划是灾害防救深耕计划。那深耕计划的目的是提供，希望提升区公所的灾害防救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常常调动很频繁啊，那到调动很频繁的时候变成是一个常态，但是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目前的科技上面留更多更好的资料让其实是新接的一个承办人员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灾害有更好的一个认识。那我们这个是用系统化的一个灾害浅示，我们常常讲这么多种灾害，
有风灾、水灾、爆炸、地震、火灾哈，然后我们就是用风灾哈会带来水灾，然后水灾会带来波灾。那基隆市它有95%都是山坡地形，刚才顾老师也有说，有的是落石啊，有的是顺降坡、坡地土石流，这么多种灾害。那另外一个系统是地震，那我们从日本三一的一个经验哈，地震会带来海啸。然后海啸会带来核灾，那刚好，基隆市也是有在曾经有海啸的一个潜势区域，那这个是，历史的潜势区域。那后来在深入了之后，老师也把过去我们十五年间，曾经发生过淹水、发生过火灾，然后曾经发生过波灾的这些地点，就整合在这一个地图里头。那在今年过年之前，我们也趁着这个过年的机会，把它整合成一个双月历，以防灾潜势地图的一个图资为，为一个主题。那我这边特别是介绍一个水灾啦。那我们知道水灾哈，过去15年的水灾，我从，我们跟海大的资料看来，经常会发生淹水的这些点位哈，慢慢的把它描绘出来哈，变成是流域的形状，这个就变成我们现在是都市化的一个城市，但是在自然灾害的这种一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还是会有它本来一个也许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容易积水的地方，那它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从这个图当中哈，希望说，虽然月历哈，刚刚有说水果月历啊，就看起来赏心悦目，但这个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一个自己的提醒啦。这个地方会发生水灾，可能会发生水灾。那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哈，那真的就要有点警觉性了。那如果说我们常常很多市民朋友也是住在比较离山坡地比较靠近的地方哈，那有一些挡土墙，然后这个地方如果说下雨的时候，你发现挡土墙的那个洞那个水哈排不出来哈，那可能就是那个挡土墙的功能有一点需要再去维修，因为挡土墙它是挡土的，不是挡水的，那里面有土加水哈，那个力量就很大，就比较容易发生状况。那我们这个潜势图，因为我们在资源也是有500份啊，那我们是优先给高潜势地区的一个民众跟区公所哈来做一个宣导。那我们也提供一个下载的网址哈，也希望说在我们过去10年、15年的这些资料哈，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个资料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运用。是，真的是很宝贵的资料，没想到做成了这个月历，提醒大家要时时注意自己身边的周遭环境，来进行这个灾害防御的最佳的示范。那刚才说到，其实推行这个月历，其实在自主社区管理的部分，其实也有很不错的成效，对不对？我们请教科长。那在自主社区的这个管理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日本在阪神大地震之后的一个经验，他就说，自助、共助、公助哈，这三，自助，然后是共，互助跟公助，那这三个比例哈，就是自助哈有，因为阪神大地震之后，他发现这些人，有些可以存活下来是自己帮助自己哈，有70%，那你如果互助啊，这个手腕相助啊，这个旁边人拉你一把就20%，那到公助哈就等于只有10%，那这样自助跟公助可以达到90%的一个机会的话哈，我们就变成是一个，防灾社区跟一个防灾市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功能想法。那我们这一两年哈，就一直在很积极的推动韧性社区。那现在，我们这几年防灾哈，或者各个领域的关键字哈，就会在韧性、强韧，未来讲强韧台湾。那希望说，在灾害来的时候哈，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就倒下来，然后可以让它是比较可以承受的更好的一个。灾害的情形，那灾害过去之后，我们可以更快的爬起来。那在韧性社区，我们有讲，因为这个是也是海大好进驻的一个经理哈，他就讲七步成诗。那我讲，首先哈，成立
组织的踏勘小组啊，然后编写这个潜势区域哈等等哈。那表示我们在区公所哈的这个在执行的时候，我们起码会去七次以上。那为什么刚开始这几次经验，我们去一个社区，一个新的社区哈，刚开始去，人家难免都会比较有一个抗拒。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正常的。然后第二次去哈，可能就会比较还可以接受一点。然后第三次去还是会觉得真的会水灾或者波灾吗？还是会有这种疑虑。但是当我们把很多的一个国外的经验，或者是外县市的经验哈，或者是当地的地形哈，让大家去看一看去了解，就知道说，这个东西这个，淹水或者是波灾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再过多一点时间哈，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客观的心情去看它。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常常突然发生一个土石流的二级警戒或者淹水警戒，在第一次接到这种警报的时候都会比较慌乱。但是当你在常常看到这种资料的话，就会觉得这是灾害，也是一个风险啊，也是一个几率的。那比较高几率的时候，你在觉得说这是比较危险的时候，我们事先来准备好这个。会好很多。那在敲每一个社区的门哈，我们也都这些老师哈也都是尽量的让大家可以感同身受。那我们有一个操作的重点哈，现在都常常讲工作坊哈，因为过去我们都讲说老师教学生总是会标准答案哦，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什么答案。但是工作坊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说每一个人哈都把你的经验哈讲出来，你觉得说。我们在这个情境之下怎么样做是比较安全的，然后让大家的经验都可以做分享的话，那也许这个团体我们就这样子做。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有一股力量慢慢参与进来。我觉得工作坊是一个可以跟民众对谈，也是一个现在很务实的一种操作的手法。所以可以看到消防局在推动自主防灾社区真的是很用心。所以就尽管是像去年我记得是有国道走山或者是七堵的山这个走山，其实他们就很尽心尽力完成这件事，而且居民也都很平安，这也是很庆幸的事情。那除了这些走山的意外或者是灾害意外之外呢，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火灾，要带大家来看看如果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就是要保命，要按照刚才的这些步骤。那说到这个宣导效果，我觉得消防局还有我们的宣导大队真的做得非常好，因为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历年的火灾数是历年下降。我们要请教局长是的，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哈，就是我们像我们义消，我们宣导分队长林金香，他参与我们宣导大队的工作也是参与非常多年。
也是因为他们有大家的一个参与哦，预防，那所以我们历年的火灾一直在逐年的下降之中哈。那我在这边特别举，比如说最近我们整理这个六年的一个火灾的一个整个它的一个件数哈，是呈现大幅度的下降哦。我们讲说106年的火灾，我们本来是195件。哦，那到了111年，就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火灾已经降低到122件，哦，那大幅减少73件，哦，这个也减少有1/3哦。那在这个火灾里面，我们比较特别重视的就是跟民众息息相关的哈，就是建筑物的火灾。那这个建筑物火灾也有106年的131件，哦，降低到111年的只剩71件。哦，说那整个减少60件之多哈，等于说它这个是幅度已经降低了1/2。哦，那特别提出来那个在这个里面71件的一个火灾哦，建筑火灾里面有10件是因为助警器成功的哦预警，哦，所以装设助警器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在这边也特别呼吁哦。对，助警器这一件事真的很重要，我们的林湘林分队长就要用实力来告诉大家他碰到的情况，我要请教分队长。你好，小我们火那个浓烟哦是那个比火还要致命。你火场逃生的4个原则哈，就是遇到浓烟的时候，你要先把门哈那个关起来哈。然后有一些我们不适用的，就是铁皮屋啊、木造屋啊，那个还有一些塑胶的门呐、塑胶的玻璃那一些哈，都不适用啊。然后遇到那个如果是小火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是那个往下逃生哈，往下逃生，一定要往下逃。我们在等待那个我们救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哈打开窗户啊，哈，我们要那个湿的毛巾啊，那塞那个门缝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是哈，我们绝对不能躲在浴室里面，因为躲在浴室里面，因为那个浴室是塑胶的门，很危险。就一燃烧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也不轻易跟你讲，也不建议你跟你讲那个跳楼啦，也是很危险。是那么高楼，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住在10层楼的话，如果啦10层的话，你要跳楼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也不建议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遇到那个火灾的时候，浓烟是比火还要致命。对。那我知道，就是在宣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都会宣导助警器这件事，对。那是不是有成功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有成功的案例。因为那个，我要来发这个。那个我们1月9号的时候。因为是有装那个助警器，所以说哈，他没有人员的伤亡，那个财产损失也一点点。因为是洗衣间嘛，洗衣，那个洗衣的那个嘛，那个洗衣店的店家，对，那个因为助警器哈。因为这一张哈，这是他们家的，他有安装助警器，这是他们家的那个助警器安装图。对，洗衣间呐，洗衣机跟讲放置的地方，还有那个工作间，还有个吊衣间。因为洗衣店哈，那个它的那个可燃物比较多，那个因为洗衣店里面有塑胶袋，塑胶袋一定是装着衣服嘛，那塑胶袋是一种很自然的可燃物，然后这是跟你讲他家，他的那个店面，然后第二张，因为就那个浓烟呐，哇，你看这，哇，烧光了，好可怕，对不对？
因为有那个安装助警器，所以个及早那个发现。我们的那个因为那个助警器的响，那个使我们的那个我们那个那个助警器响之后，浓烟很大，火势很大。然后左右邻居有看到浓烟，所以哈那个就打119。我们的警消人员也是第一个时间。第一时间，那个现场来救灾，所以没有那个造成那个人员伤亡，跟那个财产的损失，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就是洗衣机哈，这个那个电线走火啊，它是属于那个跟讲那个电线走火，你看好多那个可燃物。塑胶板啊，什么之类的，很多很多，很多塑胶的那个用品就对了。然后第三张哈，说怪哈是怪这，这台洗衣机，那个因为它的那个线路，那个锈洞，而引起的火灾，所以说我们要预防火灾的时候。是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那个我们那个不用的火那个电器用品那个插座和插头一定是要拔掉才不会就那个造成我们那个不必要的那个财产损失跟生命的安全。是，对，真的要注意，要请大家注意，就是这高功率的电器千万不要再插在这个延缆线上。然后你离开家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电器给拔掉，电线给拔掉嘛，把插头给拔掉，对，这样就可以避免火灾可能的发生。那另外，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讲到一户非常有趣，就是炊事煮饭这一件事情常常会是引发火灾的重要原因。那刚好是不是有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对，因为装了助警器这一件事，所以成功的灭火。对对，也因为是装了哈，我们这一台。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呼叫紧急叫！对，我来分享，就是说去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的前一天，有一户人家，因为那个老人家嘛，是要做生日啦。后来那个他们就说啊，卤猪脚哈，时间很长，卤猪脚的时间很长，所以说那个全家人七八个人，那个因为他们那个房子是。那个属于长方形，那个长形的屋子，那个走到客厅的时候，也要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了。好大的房子，跟着还蛮长的。后来那个他们就说啊，无聊啊，因为时间太长了，无聊，我们就来玩个四色牌什么之类的。后来一玩，因为是有钱的交易嘛，一玩就忘记了后面在卤猪脚，后面在卤猪脚。后来那个玩，为什么这一台那个响了，而且响了很久？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对，呼叫紧急叫！响了很久。后来他想说，跟讲还有闻到一个烧焦的味道，后来全家跑的冲的，哇，那一个一锅的猪脚是变成了木炭。后来他们就说啊，跟你讲还是那个，因为是那个闷烧哈，这样子哈，慢来慢慢来啊，有了这一台个助警器，所以说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是自行扑灭的，是自行扑灭，对，就可以看到这个宣导真的很有效果，因为就是家家户户去这样宣导安装这个助警器这一件事情。那一样就是消防局啊，在研发这些产品，就是在 APP 或者是防灾用品上，其实非常的用心。像是最近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救灾安全管制的部分，他们经过不断的改良，第二代的 APP 出现了，你快来看一看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进入火场前，先要经过这一关。需要268。跟指挥官报到，先扫描属于自己的 QR code， 只要消防队员氧气瓶含量过低，系统就会发出警讯。基隆消防局前几年就开发第一代救灾安全管制 APP， 有别于以往都要在现场白板上记录气瓶的含氧量，现在更精确且方便，更可以精确计算个人数据，保障打火弟兄的安全。对，我们透过自己研发，然后去构思说如何让同仁能够快速的管制进出火场，然后并且掌握它的位置跟控气瓶的残压，然后有效的利用这个警报声然后尽快让他们赶快通知他们出来。那后来经过这四年的一个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改良，我们后来大概又跟民间捐赠了大概20-30万块哦，然后我们把这系统再改版升级哦，并且在这个平板电脑也升级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平板电脑。那主要升级的部分在于监控掌握的每一个人进去的一个气瓶的使用的残压量，而让我们外部的安全管控人员能够确实知道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的气瓶残压剩多少。因为进入火场灭火救人，会因为环境和消防队员个人的身体状况耗氧量会有所差异，消防局今年推出第二代救灾安全管制系统，里面进入了每个人的耗氧量，这次系统大大提升。这个东西比以前更方便，以前还要用凭那个白板去写，那这个东西现在目前已经都使用 APP， 可以更了解那个同仁的使用情况，然后也省了很多的时间。它的气瓶的使用耗气量，它可以帮我们精准的计算每个同仁不同的体能状况，那使用上会更方便。救灾安全管制 APP 那107年使用到最近的时候呢，那经过这几年我们在使用上面那个改革还有那个整个在改变那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个安全管制 APP 2.0 版。那这个 2.0 版最重要就是说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扫 QR code， 然后每一个进入到现场救灾的一个同仁他的气瓶量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管制所以包括他进入到的室内的一个位置在现场，我们在现场的一个救灾安全的指挥官他都可以了解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对我们所有的在使用上面的一个救灾上面的一个同仁达到他们一个安全管制。那过去我们在安全管制呢都是使用白板，那这几年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安全管制 APP 以后呢我想代替了这些白板，那我们整个管制作业呢也变得比较科技化而且比较实务上能够发挥它的一个效用。那我们 2.0 版出来以后呢，那我们已经开始在扩大使用同时我们最近在全国消防首长会议里面也把这个 2.0 版的一个安全管制 APP 呢做了一个专案报告也获得署长还有全国各县市消防首长的一个认同纷纷在讨论这个安全管制 APP 的一个扩大的一个使用性。就在现场，瞬息万变，有了这套系统，让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打火弟兄在火场状况，让他们在保护民众之余，自己安全也受到保障。真的，这个透过这个 QR code 扫描可以让打火弟兄更有生命的保障。那当然是透过这个精准的计算他们的气瓶里面的氧气含量，真的是很厉害。我们要请教局长。是那个救灾安全管制 APP， 我们107年用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改革了。那过去我们都用白板嘛，那或者在使用上面，我们基隆天候也不大适合白板你没有办法写所以慢慢我们就研发这个安全管制 APP 出来，然后经过这几年的使用我们把它改革那所以现在变成 2.0 版。我们前阵子在内政部消防署做全国的一个发表。
那也获得各县市首长还有那个署长的一个肯定啊，都一直在询问我们这安全管制 APP 到底是它的效用如何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2.0 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扫 QR code 二维码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牌那这个名牌我要进入室内的时候呢借着一个平板呢就扫这个 QR code然后你就把它带进去了那最重要就是这一位同仁进去的这位同仁他的气量就扫在这个软体里面所以现场指挥官可以依据进入室内的这些人的他的所有的一个气量时间来做相关的一个管制而且这里面上面都有相片一扫比如说这个是刘进虎刘进虎他的气量他的相片就在指挥官的平板上面就会呈现出来非常明显那他进去以后透过无线电他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里面把它标识出来那最后这个是整个在灾害结束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救灾的轨迹我们都可以列印出来那这个救灾轨迹列印出来以后呢可以做我们整个救灾的一个检讨或是万一有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呢可以透过这个救灾轨迹你几点进入到什么地方然后呢什么位置然后你在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把这个救灾的轨迹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依据做一个检讨所以这个部分是目前我们在扩大一直使用中了那我想这个科技的东西呢在我们本局一直不遗余力的在推动包括这个安全管制 APP 包括 EMS 智能眼镜还有包括我们救灾公共云还有目前我们在推的救护一站通等等那所有救护记录都是用电子化的这个我们不遗余力一直在推动这也可以看到消防局真的是精益求精跟上时代的潮流连这个救灾的利器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那当然我知道最近还引进了这个气象晨曦质谱仪这又是什么样的器我们局里面有一个鉴定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市民朋友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鉴定的实验室那这个鉴定实验室就是说我们如果碰到火灾它是有用油类这个引火的包括92汽油95 98 5000甚至煤油柴油等等那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样本可疑的样本我们认为说它可能是纵火或是那个其他的因素我们把这个样本取回去以后呢我们透过这一台晨曦仪那目前我们这一台晨曦仪是从美国那边进口进来大概是全国第一台我们分三年然后买的这一台分三年编列预算我们今年在去年就一次就把这个晨曦仪买定就然后目前已经装在实验室我们已经开始在使用那透过这个晨曦仪样本的它的离子化以后呢那它可以把那个它的那个图质谱图都可以分门别类92的质谱图95 98的它图片都出来那所以只要是在火灾现场这个样本取回来以后呢我们给它离子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对照我们所建制的这些质谱图是哪一种油类火灾引起的马上就可以透过这个实验室这一台机器马上可以鉴定出来是哇这可以看到消防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交在他们手上就可以知道来龙去脉这也是我们在灾害抢救以及预防灾害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现在剩下时间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三位就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呼吁一下有没有我们先邀请局长在这边特别祝大家一个新年快乐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同仁自己设计的一个红兔大展这个也上面也有我们的消防局一个 logo 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拜个晚年谢谢大家对新年快乐今年一切平安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分队长要我现在那个分享这个我们加入义消我们基隆市消防局那个希望有热血有热血青年朋友加入我们的义消救灾还有救护还有水疫还有先导还有三搜希望我们
那个募集那个更多的年轻人也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义消行列。最后我们要请教科长。哦，那我分享哈，最近常常低温特报，然后大家要注意保暖。那有一个低温的发药点，大家可以查询一下，随时注意保暖，那让自己随时保持健康。那也祝福大家宏图大展。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给我们满满的消防正能量。我们下次见喽，拜拜。